生大量福田，施主众生无尽知识，施主众生安隐乐处。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示诸众生真善之事，示诸众生大良福田。我们请依云师姐来帮我们做示范。好，示诸众生真善之事呢，先把我们的手，右手从左边到右边，同时我们把我们的右脚踏出去。那这个姿势的感觉呢，是我们在帮助苦难的人。好，真善之事呢，大拇指从心这里往上拉。好，然后就换手换脚一样，示诸众生大良福田呢，我们双手打田字，但是这双手往上拉，在上面打田，大良福田。师兄，说到这个，我知道菩萨他是众生的善知识，那我们慈济人也可以成为众生的善知识吗？是，慈济人呢跟着上人学习，我们呢不但呢救助众生的灾难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我们会引导众生的心灵走向正确光明的道路。所以呢，慈济人也可以做众生的善知识。所以慈济人不但要救助苦难的人，还要成为大家的善知识。其实啊，不只是在救灾当中，我们平常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啊，彼此分享讯息呢，那这些讯息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那我们彼此应该也要互相的提醒彼此的，作为一个善知识。师兄，那大良福田呢？是，慈济人呢，在许多灾难的救灾当中啊，我们都会邀请政府或者是当地的企业家呢，啊，一起来为灾民付出。那这样子呢，企业家可以为自己种福田，然后呢，慈济人会在带动的灾民啊走出伤痛，一起承担发放赈灾，让灾民呢为自己来种福田。我知道，这就是交付济贫。济贫交付。